好复杂，空中交接没接到，不过看到母鸟也过去了。母鸟也飞来我这里了。哎，母鸟把公鸟赶走了。啊，要过我棚子了。公鸟回来，幼鸟跟母鸟都冲上去要抢东西啊。可是我，我看到脚上没东西，但是他有做出那个动作，但是应该是幼鸟做出那个动作吧。结果都冲回，都跑回巢穴以后，母鸟又飞过去，飞来这边把公鸟赶走。幸好这一段有拍到，巢穴里面都没有在吃啊。你看底下这只小宝没东西吃，上面这一只，这只吉宝也没东西吃啊。这只怎么在讲也在吃东西？这只没有，虽然有带回来了，不是很确定哎。这是幼鸟在叫吧，在那边叫，其实抱回来两只哦，它是在做护食的动作吧，手被撑开不给另外一只吃，有没有？哇，一群鹿科，这边应该有在吃东西啊，所以刚才可能真的有带回来，可是我刚才看觉得没有，还在抢，在抢。对对对对，说你呢，哎，不要看我，没关系，你们继续抢。哦，有，这是什么？抢到了，抢到了。再抢回来。